原标题恶书，大婆联手坑小三的故事，列位看官，今天讲一个故事，叫做恶夫大婆联手坑小三。故事发生在本号一直关注的宋代，更准确的说，故事出自施耐庵的《水浒传》，我一字不改照录，为方便阅读，重新分段。本文纯属施耐庵虚构，如有雷同，一定是见鬼了。请找施老爷子算账。电视剧《水浒传》剧照三人：陆达、李忠、史进，上到潘家酒楼上，捡个寄储阁里坐下。鲁奇侠做了主位，李忠对席，史进下手坐了。酒保唱了热，认得是鲁奇侠，便道：“奇侠官人，打多少酒？”鲁达道：“先打四角酒来。”一面铺下菜蔬果品案酒，又问道：“官人吃甚下饭？”鲁达道：“问甚吗？但有只顾卖来，一发赚钱还你。这厮只顾来聒噪。”酒倒下去，随即当酒上来，但是下口寿时，只顾将来摆一桌子，三个酒至数杯，正说些闲话，较量些枪法，说的入港，只听得隔壁格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。鲁达焦躁，便把碟盏儿都丢在楼板上。酒保听得慌忙上来看时，见鲁提辖气愤愤的。酒保抄手道：“官人要甚东西，吩咐卖来。”鲁达道：“洒家要甚吗？你也虚认的洒家，劝那地教甚么人在监壁吱吱的哭，搅俺弟兄们吃酒。洒家须不曾少了你酒钱。”酒保道：“官人息怒，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搅官人吃酒。这个哭的是啜酒作唱的父子两人，不知官人们在此吃酒，一时间自苦了啼哭。”鲁提辖道：“可是作怪，你与我换着他来。”酒保去叫，不多时只见两个到来，前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，背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儿，手里拿串开板，都来到面前。看那妇人虽无十分的容貌，也有些动人的颜色，但见蓬松云髻，插一只青玉簪儿，袅娜纤腰，系六幅红罗裙子，素白就山龙雪体，淡黄软化衬宫鞋，峨眉紧蹙，光光泪眼落珍珠，粉面低垂，细细香肌消玉雪，若非与病云愁，定是怀忧积恨，大体排他肌骨好，不查之粉也风流。那妇人是这泪眼向前来，深深的道了三个万福，那老儿也都相见了。鲁达问道：“你两个是那里人家？为甚啼哭？”那妇人便道：“官人不知，容奴告禀，奴家是东京人士，因从父母来这位州投奔亲郡，不想搬移南京去了。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，此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。此间有个财主，叫做镇关西正大官人，因见奴家，便是强媒硬保，要奴做妾。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，虚钱失气，要了奴家身体。未及三个月，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，将奴赶打出来，不容玩具，着落店主人家，追要原点身前三千贯。父亲懦弱，和他争执不得，他又有钱有势，当初不曾得他一文，如今那讨钱来还他，没计奈何。父亲自小教的奴家些小曲儿，来这里酒楼上赶座子，每日但得些钱来，将大半还他，留些少子父们盘缠。这两日酒客稀少，为了他前线，怕他来讨时受他羞耻，子父们想起这苦楚来，无处告诉，因此啼哭，不想误触犯了官人，望其恕罪，高抬贵手。电视剧《水浒传》中金翠莲剧照，鲁提辖就问道：“你姓甚吗？在那个客店里歇？”那个镇关西正大官人在那里住。老儿答道：“老汉姓金，排行第二。孩儿小字翠莲，
郑大官人便是此间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，绰号镇关西。老汉父子两个只在前面东门里鲁家店安下。鲁达听了道：“呸！晚知道那个郑大官人，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。这个烟搭泼财，头拖着满小种经略下宫门下，做个肉铺货，却原来这等欺负人。”回头看着李忠，使劲道：“你两个且在这里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。”使劲，李忠抱住劝道：“哥哥息怒，明日劝李会。”两个三回五次劝了他住。鲁达有道：“老儿，你来，洒家与你些盘缠，明日便回东京去，如何？”父子两个告道：“若是能勾那回乡去时，便是重生父母，再尝爷娘。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？郑大官人须着落他要钱。”鲁提辖道：“这个不妨事，俺自有道理。”便去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，放在桌上，看着使劲道：“酒家今日不曾多带的些出来，你有银子借些余眼，洒家明日便送还你。”使劲道：“值甚么？要哥哥还。”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，放在桌上。鲁达看着李忠道：“你也借些出来与洒家。”李忠去身边摸出二两来银子。鲁提辖看了见少，便道：“也是个不爽利的人。”鲁达只把这十五两银子与了金老，吩咐道：“你父子两个将去做盘，一面收拾行李，赶明日清早来发付你两个起身，看那个店主人敢留你。”金老并女儿拜谢去了。鲁达把这二两银子丢还了李忠。三人再吃了两角酒，下楼来叫道：“主人家，酒钱洒家明日送来还你。”主人家连声应道：“提辖只顾自去，但吃不妨，只怕提辖不来赊。”三个人出了潘家酒肆，到街上分手。史进、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。只说鲁提辖回到经略府前下处，到房里晚饭也不吃，气愤愤的睡了。主人家又不敢问他。再说金老得了这一十五两银子，回到店中安顿了女儿，先去城外远处觅下一辆车，回来收拾了行李，还了房租钱，算清了柴米钱，只等来日天明。当夜无事，次早五更起来，子父两个先打火做饭，吃罢收拾了，天色微明，只见鲁提辖大踏步走入店里来，高声叫道：“店小二，那里是金老些处？”小二哥道：“金公，提辖在此寻你。”金老开了房门，便道：“提辖官人里面请坐。”鲁达道：“做甚么？你去便去，等甚么？”金老引了女儿，挑了杆，坐谢提辖，便带出门。店小二拦住道：“金公，那里去？”鲁达问道：“他少你房钱？”小二道：“小人房钱昨夜都算还了，须欠郑大官人点身钱，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。”鲁提辖道：“郑屠的钱洒家自还他，你放这老儿还枪去，那店小二那里肯放？”鲁达大怒，叉开五指去那小二脸上指一掌，打低那店小二口中吐血，再复一拳打下当门两个牙齿。小二八僵起来，一道烟走了。店主人那里赶出来拦他。金老父子两个忙忙离了店中，出城自去寻昨日觅下的车去了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